平价的跟高价的食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哇 ，so big， 这样子。那要吃它的猪食就是，哎，可以遮你的脸了。2021年快乐！2021年快乐！今天呢，我们有全新的系列送给大家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们都很喜欢看一些 YouTuber 啊，他就介绍说平价的跟高价的食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马来西亚版本的。是的，是不是很期待嘞？第一集会做些什么呢？想要马来西亚食物，你会想要什么啊？纳西了嘛？对，没错的。那第一集我们就去吃纳西了嘛。所以你要带我去吃平价版的。这位姐姐今天很嗨哦。好好表现啊。好，我也很紧张，因为我今天带他来吃的这地方，是我打从我的 hometown 来到 KL 吃到大的 Nasi Lemak， 而且只要是上班族学生党经过都一定会买的哦。 OK，Let's go。 马来西亚的天气真的好热啊。没事没事，到了，在这呢。这已经是5年的时间了，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了。哎，你不是跟我一样同校的吗？可是我不住这里啊。也对啦，因为我住在这里而已。这里是5年呢、啊？可以这样子讲，应该是4年多啦。因为毕竟每次阿嘎都是很早开始卖嘛，想卖到傍晚，但是我一回来做工他就关了，早上起来我就起不来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吃吧，你玩。哇，它很香哎，它其实很香，那个是什么叶子啊？这个叫椰浆，不是椰浆，它有一个香叶的。这是什么叶？不是薄荷叶，是香茅吗？香茅叶？香茅这么大个的吗？对不起大家，我们的主持人少下厨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叶子，你们知道就在下面留言吧。而且我觉得马来的食物啊，如果你很爱吃那种咖喱或者是挂，我们所谓的挂呢，掺在一起是超级无敌好吃的嘞，真的。就你会觉得它特别恶心，你会觉得那味道是很赞。而且刚刚给我们很大块鸡耶，对，这是鸡翅膀，来先吃第一口。我第一次，你是不是觉得它的椰浆味跟别的比较不一样？对，而且它就是跟一般我们吃的圣德曼的味道呢。相比起来它的味道比较浓了。是，而且它的酱料给很多，然后我觉得它是有辣的。它怕辣，但是我觉得 OK 啦，我很喜欢那个咖喱汁的味道。我怕辣，可是我觉得好吃。而且它的米真的是用比较好的米哦，2块钱，平常我们每次看到他们的米都会用比较劣的，但它是 OK 的，它是粒粒分明，而且吃下去你就觉得这个米真的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，想要问他这个米到底是哪里买的。而且最怕是什么？最怕是你打包这种拿西兰妈回家，它会一搞一搞啊。然后因为那个米选择不好的话，就是会一搞一搞，或者是会绵掉这样子。但它不会哦。现在呢，就尝试一下盖眼。哇，送命！哇，这样子很好吃。你知道这里面第一个反应跟我一样很夸张。它一定是晚上有腌过它的鸡的，因为它的那个咖喱汁已经渗透进去它里面的肉啊。平常我们吃的时候，有可能只是表面上面有那个酱汁，但它是其实里面都有嘞。这个真的是推荐你们来买哦，在 Starbucks 而已，加浪登登上路边摊。推荐，快点带我去吃，贵的。走，吃完就保险啊。走。你玩我啊？哪里有高级哦？我感觉上这个跟我该在路边摊是一样的，它只是有店而已。没有，内有乾坤哦。哎，你们觉得很潮，因为在马路旁边，它的名字就叫 Nasi Lemak Tepi Jalan， 所以有一点潮啦。重点是你的 Nasi Lemak 很贵耶。我觉得贵的好吃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去 try。Let's go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吃我的烧冬。好，我先吃你的烧冬。哇，这 cheese 满满耶，好多 cheese 哦，很幸福耶。就是我们忙完了一整天之后呢，来吃那个好料。Oh crispy, oh so cheese， 真的太好吃了，姐已经不顾形象在吃。我现在吃快一口它的饭了，因为我觉得Nasi Lemak它的饭很重要，好不好吃取决于它的饭。
你一定要吃它的椰浆饭。这样，等一下我要配那个三八。它三八有点辣。来，我品尝。我很想去偷拿它的 recipe 啊。是不是跟外面吃到的饭不一样？很好吃，它的分量也很大哦，所以我觉得很 OK。而且我觉得它三八很香，它比较不是偏那种甜甜的，它是有很重的辣味，我觉得辣跟甜刚刚好。而且马来西亚人很爱吃辣，这个真的可以刺激你的味蕾哦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有值有值。现在要吃它的主食就是 lobster， 很大很大一只。哎，可以遮你的脸了。OK， 所以我现在我要把它的头。你会扒虾吗？我要把它的头给拔掉。一、二，哦，炸！哎，它蛮刺的嘞，因为它炸过，所以你要小心。2 hours later。哇！哇！你看，哇！哇！来，不要说我没有孝敬你哦。来，咬下一口。怎么样？好嫩，很幸福的味道，它真的好嫩。虽然想说哦，它的虾头 lobster 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，嗯，但是我觉得很金贵啊，这一小个，好吃又金贵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就很鲜。然后它的那个炸过的那种感觉啊，是真的是那种干香那种感觉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又干香，有没有干香的感觉？但是还是麻。来吃的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，而且马来人最厉害就是煮他们的三八跟瓜嘛，真的是好吃哎、欸！真的，那个壳哦，可以慢慢的锯的、啊，来锯看，美女来锯。好了，我要吃他刚刚一直强力推荐的这个虾，哎、欸，它其实已经开好好了，我觉得它很贴心。你看，我从这里拔，我就可以吃到虾了。来，第一口先给你吃，怎么样？有差别吗？有，差别在它的皱。它是另外一种干片的味道，而且龙虾的价格是35块就有了，虾呢29块就可以买得到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来讲龙虾来讲的话，好像又不是很贵。如果你只是先看它的店面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它贵了。但是我觉得来这里吃是最重要是好吃嘛。对，我觉得很值得，很值得。我会花钱来这边吃，我也会，我也会，而且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大家大推荐。OK， 对，在这个吃拉斯拉丹。有一家叫 Nasi Lemak 的 Pizza Land 的，就有这个很好吃的 Lobster Nasi Lemak 啦。Yeah， 但是哦，我觉得大家你要先预定，因为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，我怕它卖完了。对，它的 Lobster 就完了，所以预定了才来哦，先 call 电话号码过来哦。那你有没有吃过哪家很好吃 Nasi Lemak 呢？不妨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吧。好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看你还想要我们去吃什么。安妞，记得 comment like share， 继续吃，给你一口。